好，那今天的记者会的主题呢，是在宅急症照护相助，安心在宅一路好照。那为什么有这个照护小组呢？就是说2025年呢，就是即将步入超高龄的社会，那许多长者会因为衰弱跟多重慢性疾病的一些肺炎、泌尿道感染的困扰，那就需要往返医院，那导致身心俱疲。那长辈同时也会有抑郁、寡欢跟食欲不振的情况产生。那所以今天就正式成立7月1号在宅。马慧理院长为我们说几句话。我们的长官赵会长，还有我们的大家长丁理事长，我们的伙伴陈医师，廖主任，廖主任总经。好，今天来跟大家报告一个我们成立的一个服务。那这服务其实也是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就叫在宅急症服务。那这个是国家未来的一个重要的医疗政策，也是健保政策的一部分。简单的来讲是什么？就是原来在医院要做的事情，有没有一些可以在家里做？那这个用严格来讲，不包括原来的居家医疗，原来居家医疗是原来的居家医疗，原来的安宁医疗也是原来的安宁医疗，那个都是各就各位。那这次的扩大会进行的是本来会住在医院里面治疗的一些急性的问题，有没有可能不需要在医院里面住好住满，在某些时段就回到家里面去？那这个需求大家可以理解，就是最近的全国哈，以前我们总院的院长也讲，这个以后这个全国的急诊的用设其实是一个蛮普遍的事情，反映的这个民众的需求，也反映我们医疗的量能等等。那第二个呢，老实讲，病人也不是说完全就喜欢待在医院里面，有的时候如果我可以得到好的医疗 at the comfort of my home， 在我家里很舒适的环境，我左右上下，不然你去住院，你拿那个头拉骨把所有东西都传过后，你还是缺这个缺那个。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在家里这个舒适的环境，可是可以得到医院等级的医疗和照顾的话，那这个就会是一个双赢，包括病人可以得到好的持续性的医疗，第二个呢，可以疏解医院的一些急性病床的这个压力，所以健保署就在今年开始提这个，那每个县市呢都有这个基地医院、责任医院，那非常高兴我们医院的团队在这个洪副院长的带领之下，那就热烈的讨论大概一个多月，那今天我们就成立。那成员呢，就我左边大家可以看到，包括我们的陈希水，应该先介绍洪副院长嘛，对，是我们内科的大教授。那陈希水医务特别助理，那他是我们的医务特别助理，再加上我们的复健科。那这里面有一块很重要的，病人在家里，你怎么知道他好不好呢？所以这个计划里面，除了医生的隔空问诊、护理师每天的巡视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掌握病人的 vital sign。 所以这个时候张善恒主任就非常重要。大家记得我们在 COVID-19 之前，其实我们就做居家的这个生理的监测，那在 COVID 的时候这个更放大，在做这个 hospital at home， 其实就是 COVID 的 hospital at home。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也累积了很多的这个资源，包括原来我们在做远距医疗的资源，还有在 COVID 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收到那个广达电脑的一些资源，就我们有相当多的这些IT 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在医院就了解病人是不是过得很好。那再来是叶医师，叶姓医师是本来我们的嘉医科的团队，那也是非常专精在这个居家的照顾跟医疗。那这次稍微不一样，就是在家里面做的事情其实是有一点急性照顾。
那这次我们的 focus 就会主要是一些感染症啦，或是这些哈，稍微简单一点啊，可是需要急性的照顾。那有很多不同的样态，那包括医院，包括诊所，包括这个护理之家。包括可能现在这个在宅的这些医师们，大家都会组织一个团队。那因为才刚刚上路，今天7月1号，全国会怎么走？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哦。其实我们会小心往前走，那看看整个这个东西的施行啊。那我们也期待这个科长还有我们理事长给我们支持哦。那这里面还有很重要的伙伴，其实因为这个病人他需要用药，那过去最重要在医院里面可能要打 antibiotics， 那他现在家里面的这 antibiotics 要怎么样子来弄，所以药剂是非常的重要。那还有的医师不一定每天都会去巡诊啊，也许是隔空视讯看诊，可是我们的护理师那一定每天都要去看啊，所以我们护理部主任带领的这个团队哈，所以这个未来这个 hospital at home会是一个国家重要的趋势，那事实上也是世界重要的趋势。大概在两个礼拜前，我们在台北的世界急诊医学会啊，也邀请到一个外宾，在美国的这个 NGH， 就是哈佛的一个最好的教学医院之一啊 ，NGH， 他们就打算把他们的急性住院要有20%以后都要有某种形式来导入 hospital at home 啊。所以新加坡也很积极的做这些事情，我想我们台湾，我们云林也完全不会落后。那很高兴今天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个在医疗的这个制度上另外一个创新的作为，谢谢大家。
院长室的长官马芬里院长，然后再来是洪建清副院长，以及洪庆美副特助，以及医疗中心的庄善涵主任，以及张宜轩副主任，然后再来是家庭医学部的洪寿宏主任，以及叶心怡医师。还有严忠义医师，啊，那我们的前瞻护理部余春地主任，我们药剂部的廖林桥主任，再来是内科部整合医学科的郭嘉琪主任，以及玉亨医师、蓝世勋医师。再来是我们与会贵宾，云林县卫生局的赵月聪科长，成大医院肿瘤科院感染科的陈英文医师，还有医事组的沈胜伟组长，再来是社团法人云林县医师工会丁荣哲理事长。好，那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记者会，那下来接下来。感染科医师，那这一次的急症照护，在宅急症照护呢，还有三个重要的疾病，一个就是肺炎，一个是泌尿道感染，一个是我们的皮肤软组织的感染，就是我们所谓俗称的蜂窝性组织炎。那这三个疾病呢，我们基本上不管在家里或是说在医院住院，那都需要抗生素治疗。那抗生素治疗呢？我们可以找到一天使用一次的抗生素治疗。那民众如果有这些疾病困扰，那可以留在家里接受医院到府的服务，那给予抗生素。那并不一定会需要留置在医院里面。那当然这个是需要适当的评估，因为有些肺炎比较严重，有些泌尿道感染比较严重，有些蜂窝性组织炎比较严重，所以我们医院会有同仁会到府评估。那或是说这个民众们到医院来就医的时候，尤其是在急诊，我们可以做评估，那评估他的疾病的病情适合在家里接受照顾，那我们同仁就会到宅去服务，那同时会有每日的监测。所以我想这个政府这一次的这个政策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民众就医的一些困难，就医的困扰，那同时也能够得到类似像在医院里面所接受到的一个同样品质医疗服务，那对于民众呢，其实是在家安心，那接受好的医疗服务。所以云林分院在云林这个地方就医比较不方便的这个地方呢，这个责无旁贷，需要担负起这个在宅急症照护的这个责任。那我想这个也是很希望能够透过跟我们社区的诊所，那很多关心这个议题的医疗同仁们一起来服务我们在地的乡亲，谢谢。
界的龙头金融的理事长哈，然后还有我们代表斗六成大医院的陈一文陈医师哈，做我们的安科医师，还有我最亲爱的就是我们台大云林分院各位小伙伴哈，帮忙系医密啊哈，然后还有张向主任、廖立峰主任、还有朱立主任，还有洪松宏主任哈，然后还有最坚持的。我特别感谢他哈，在于你居家医疗的部分，其实在台大在洪主任带领之下哈，医师的努力耕耘之下哈，其实已经走了一段很长的时间。那在这个部分，真的带给乡亲另类的一种居家照顾的选择。好，那其实善终在家安老是每个人心之所愿。我在想。这句话讲出来也是大家都会，我希望在我最熟悉的地方，哎，然后完成这个人生哈、最后的阶段。那这一次我们居家医疗其实它是一个居家医疗2.0计划哈、居家医疗走到现在十几二十年，中间有非常多的演化过程。那其实台湾的整个医疗结构。跟医疗的走向，目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急剧改变的，因为COVID哈、就是疫情哈、我们现在叫后疫情时代，其实加速了这个变化。所谓的社区医疗、无畏墙医院，还有我们现在要讲的在产的这个部分，都是世界的趋势。随着我们的高龄化，然后我们现在面临要讲的就是。医疗服务人力的不足，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怎么去做一个整合，最好的整合？其实在载急症这个计划，我认为它是最好的一个整合平台，绝对是。它不可能靠一家诊所，也不可能靠一家医院来完成，它必须要整合所谓的医院的医疗体系、诊所的基层体系。既有工会的力量导入，另外居家护理所直接的 caregiver 的供给，另外呼吸治疗，在刚刚洪副院长刚刚提到的这一次在台急诊的三大适应症，其实最大的部分是模拟的，也就是肺炎。其实呼吸治疗所的介入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这一次的整合呼吸治疗所也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整合，还有给药的部分，这个部分。社区药局怎么进来？所以在宅医疗，我认为在宅急诊是一个很好的试验平台。其实今年就健保署的规划，今年四月就要上路，只是因为配合远距医疗的修法，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把原本的照护场域本来留在医院，我们把它回归到家里面，那有不一样，绝对会照护模式绝对会不一样。医护人员没有在旁边，照顾者跟被照顾者会不会害怕？会嘛？那远距医疗就是补强的一个方式，所以远距医疗法就配合在这个时候必须要做一个适度的进场，然后做一个全部的盘整。那今年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在宅急诊，云林县其实对这一块非常的重视，从去年开始，张县长他就在我们要积极的盘整，那今年可以配合这个政策的实行。那我们也知道，其实中央它非常努力的推动，可是中央整个给付结构，这个在宅急诊的给付结构一定要框架在全国之下嘛，那对于云林这种非三非四的偏向，其实我们医疗真的是资源是不足，特别是在现在啊，我在想。马院长、洪院长，或者是急诊的郑主任，哈，家护都不再的被我拜托，因为这是急诊起床嘛，哈。那现在又要把人拉出去，怎么办呢？哈，这个就是变成我们丁龙的理事长必须要呼应我们基层的诊所的力量进场，所以我们现在在做整合的动作。那整合的过程除了配合中央的政策。其实云林县卫生局就是云林县政府在这一块，我们目前已经推出了一个家子方案，在宅医疗在家最主要的
个案在家其实怎么找到医生，就是所谓的 call center 的概念，怎么医护人员怎么整合怎么进场，另外一个就是远端监测仪器怎么到位，这个是三大重点。所以卫生局在这个部分我们会有一个加值方案，配合应该在七月中旬，目前在铺贴，配合七月中旬就会推出。好，那届时我非常感谢台大云林分院，目前除了我们台大云林这个团队，包含了就是我们警察也在这个团队里面，还有我们诊所医疗群的刘泰成，还有丁理事长的诊所团队都在里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云居的团队那也是大概有30个医疗机构都在里面。我们希望避免在这个在宅急症政策在中央的推动之下，在一线的这个经费我们的加值方案的依据之下能够落地，真的能够落地执行，然后我们也可以建立另外的偏向的新的照顾模式。好，那预祝今天这个基础会能够圆满，谢谢。
部，陈特助、张主任、李飞医师，我们的陈医师啊，陈大成的廖主任跟李主任，还有张少文主任，还有我们今天的阵容最庞大，我们的整合医学部的郭主任带领的两个医师啊，陈医师跟南医师啊，可以由这个正式也可以知道，这个是一个综合性的啊，整合医学是扮演最重要的角色。那其实在我们从英文来讲 hospital at home， 又有 hospital 又有 home， 就知道这个是住院如家的感觉，所以有包括医院也包括诊所。那其实如果我们再把我们台湾的医疗史再往前推个几十年，在日本时代，其实在那个时代或者是我们的早期的医疗都是医师就真的就是到病人的家里面去，有些人就一个在空气，啊，去空气，啊，但他说医师可能就是坐着三轮车，或者是骑着脚踏车，啊，到病人家，然后就拿着听诊器，可以吸着几安那样。那现在其实我们这个现在在 hospital 后做的最好的还是日本，我们所有的制度什么都是学日本，啊，日本已经推了20年，啊，我想以我们在我们的台湾的医疗医学其实跟日本是非常有渊源的，所以以日本如果能够推得成功，我想台湾应该也是可以，我们台湾人都是就怕别人刻苦耐劳，包括医师都很愿意到病人的家属的家里面去看病，其实还是有这样子，有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医师还是会去看一下，虽然健保没有起步。那我们在现在这个这样子的 hospital 的话，我们就把它的正式的就是那种王子的制度啊，结合住院跟门诊，那也把它更制度化啊，给了一个健保的起步。那这样的结果又加入一个科技的元素啊，以前就是靠着听诊器，甚至我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带血压计，但顶多就量阵痛，基本上可以吸氧。那现在又结合了我们的视讯，所以又加就是加入了千里眼跟顺他们啊，就是科技的关系啊，可以看得到，虽然碰不到，但是我们从视讯中可以看得到，大概可以用一些监测的仪器，我们可以知道病人大概的情形，所以不需要每次都去啊，大概先去了解一下，大概要做什么样的医疗行为。那至于它的好处呢，刚刚我们马院长也都讲过了，疏解我们医院的一个待床的一个窘状啊，真的是现在因为护理师太缺了，要关床，所以都要挤在急诊也不是办法，有些轻病其实可以在家医疗，只要医师能够去看一下，就可以把家里面当作医院一样，这样子也可以减轻我们家属的一个负担，也可以让病人比较安心，就是在家里。那以前因为这个王子是因为交通工具不发达，所以就是要靠着我们的三轮车啊、脚踏车。那现在这个 hospital 的话，大部分都是针对失能的病人，就他根本没办法走出来，就算有交通工具也是很困难啊，所以。我们出席的话，应该还是针对在一个安养机构的或者一些居家失能的病人，不会说我现在不想去住院，我在家里面做什么，那也不行。我们是有他的条件。那这样子的行为以后，就会产生了一个说，反正我们的健保都是有黄币措施嘛，目前都是鼓励性质，应该我们还看不到黄币措施，因为大家都还在摸索阶段啊。但相信这个制度会跟健保制度一样。一开始都是比较宽松嘛，再来就开始收了。那收就是怎么收，就是一定是有审查制度嘛，就会有审查医师。像之前的居家失能的病人他有做了一些花了，就是像一个蜂窝性组织炎的病人，那医师就觉得我一个礼拜要做两次 CBC 看他的坏抗。白血球能不能降下来，他才知道我的抗生素到底有没有用啊？但是这样的行为在我们的健保制度是，尤其是门诊是不允许的，所以他被送到加医科的诊查。那我们的医师觉得很
紧张就被砍了。那经过沟通，因为他其实不是在健保的金会里面，他是另外一个肠道的金会，所以我们就跟我们的南区业务组就跟他沟通一下，这个审查要另外有那个不一样的代码，也要不一样的标准，所以在未来我们的阿斯匹勒以后，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包括医院端，它的审医院就是归医院审查，那如果是诊所端，诊所过去看。是应该是属于诊所，但是那个经费我不晓得是拨到哪里去，所以这个审查一定到时候还是要再厘清一下，这个就是要我们医师工会来做一个沟通的一个平台，我们会就跟南区业务组跟沟通，在就医院端或诊所端，我们会跟他讲这个在整个制度上是不是要做一个修正，所以你自己应该刚开始都还是在修正阶段。我希望是说，我们以台大这个阵容，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很好。那我们希望能够在审查在健保署那一边，我们是能够把它沟通好，不要让我们的努力白费了。我们觉得医师觉得这样子才对，但是那边又不允许啊，这是我们医师工会应该做的。我相信我们一定，云林县是我们的卫生局，它是以要作为台湾 hospital 的一个领头羊。我们卫生局是有这样的一个气魄，虽然是我们在岛屿的边缘。
各位长官，然后院长、副院长，然后各位主任，还有理事长跟科长，大家好。那今天就是代表成大医院来这边参加这个 APT 会。那我个人就是没有跑居家的经验，不过就是在口译的时候，就是有就是以视讯看诊的方式，就是看了蛮多就是确诊病的。那成大医院目前就是加一个有在做一些居家医疗的服务这样子。那这次的话，之前也有就是会走再去接受那个你类似那个在台症的那个。贵族的家里这些，就是豪宅里面去做一些医疗。那当然，在现在的话，我们服务的对象就不会只有这些，贵族啊、皇室啊、有钱人，就是一般的民众，加上尤其是一些私人的长辈这样子去做服务。那，成大医院那我们，人力没有台大这么坚强，那我们就是替台大就是做一个资源的角色嘛，就是跟台大医院做学习这样。谢谢大家。请让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社区及家庭医学部叶新医师来为我们做这个计划的介绍。马院长、洪院长、陈特助、张科长、丁理事长及与会的各位贵宾及各位记者、女士、先生们。我是台湾医院云林分院社区及家庭医学部的主治医师叶新宇，今天就由我来针对台湾医院云林分院在宅急症照护小组启动安心在宅一路好照计划进行简报。国大发展委员会一直在提醒我们，明年我们即将步入超高龄社会，但是实际上全台湾已经有六个县市早已步入超高龄县市，云林县就是其中一个。那我们高龄人口高达 20.63%。 超高龄城市为什么会让我们如此身伤于忧愁？那我们知道在高龄海啸当中，近八成的民众有多重慢性疾病，在我们社区照顾的经验当中，云林县普遍还是存在着健康室的不佳、慢性疾病控制不良的情形。所以在云林县十大死因当中，不管是男性或女性，其实慢性疾病包含心脏疾病、糖尿病、脑血管疾病、肺炎等等都名列前茅。再者，我们的身心障碍人口数占全县人口的 7.4%。 那我们的低收入户的人数也逐年的缓步在成长，这告诉我们有很多人需要被照顾，但也有很多人在照顾资源上面是遇到匮乏的情形。我们是标准的农业协会，所以我们的平均所得为全国第15名，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照顾者是仅仅的弱势。我们人口外移，
招募比率高，我们服务的广大但交通不便，所以我们在就医上面一直是我们失能的长辈及照顾者遇到的难题。此外，我们同时还存在着数位落差，即便我们想要导入通讯诊疗或视讯诊疗，往往没办法落实在所有的偏乡长镇。所以台大医院云林分院在106年，我们加入居家整合照顾医疗计划。我们总部医疗院所除了控制疾病之外，我们同时提供连续性全人的照顾，同时我们也圆满我们许多民众再来善终的心愿。然而，这样就足够减轻高龄社会所带来的照顾及医疗压力吗？现有的居家整合医疗照顾计划主要是针对相对稳定的卧床失能民众，我们可以定期的评估药物处方的开立以及药物的整合。但我们都知道，失能卧床的民众常常会因为肺炎、泌尿道感染而反复住院，或甚至于有紧急医疗的一个需求。所以失能卧床民众未预期性的就医比率高，我们就可以看到急诊拥塞的情形。在上面这边是我们从台大的护卫分院，我们的床位其实也都满到我们的走道上。那下面是总院，总院的带床位其实都已经满到大厅，所以有许多的医疗照顾需要被满足。但是我们遇到拥塞的情形，我们该如何解决现在的困境？再来，是我们真的可以提供住院的照顾，这就是民众他们最想要的照顾方法吗？那这是我居家医疗的个案，那这也是云林县的普遍的写照。那这是一对夫妻，阿公86岁，阿妈84岁，只有一位女儿住在台南。他女儿说，他每次回来，他就很像花木兰，就是东市买鞍鞯，北市买长鞭，因为他的爸爸看了4家医疗院所，6个医生，他的妈妈看了2家医疗院所，然后看了2位医生，所以他光是要记得这个完整的时间，他就已经对他产生很大的困扰。所以当时他是先求助居家医疗团队，希望能够协助药物的整合。在新冠肺炎盛行的现在，长辈他们罹患的新冠肺炎，然后演变出衰弱及需要住院的情形，那阿公其实就有住院的需求。那到医院当中，当然候床天数很长，到了住院的时候，阿公又吵着要回家，这也是很多长辈那不舒服的时候情况来到医院，状况比较好的时候又吵着要回家。而且在住院的时候，往往因为环境的改变，所以病人可能会有衰弱变得肺炎中或是谵妄的发生。所以其实女儿也跟我说，除了住院真的没有其他方式可以选择吗？因为我除了要照顾我爸爸，我还要回去看我妈妈，因为两位老人家平时的3餐眼睛只有长照在协助送餐。再加上很多人都说，如果照顾压力大，你请个看护就好啊。那大家知道看护费有多昂贵，一天是2400多块，并不是每一位的家属都可以负担。所以我们回到这个问题，除了住院，难道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选择吗？这样的心声其实是我们云林县很多民众的心声，在家照顾其实是我们许多长辈最想要的选择。因此政府听到这样的心声，我们也听到这样的心愿，所以我们即将参与再诊急症照顾计划，翻转病房，将医疗照顾送到家。再诊急症照顾计划其实针对居家医疗的个案，照顾机构的助理在急诊而且失能的民众，倘若他有肺炎、尿路感染、软组织感染，有就医住院之需求，但是经医生评估可在家执行照顾，我们即启动收案，希望能够去尊重病人在家接受治疗的意愿，也减少病人跟家属在往返医院的照顾负担。同时在计划中，我们也会导入视讯诊疗的辅助跟远端的监测，让所有的团队成员可以及时掌握病况，让民众在家可以向我们拿院长指示的，
配保医学中心等级的照顾，一样在家可以得到。所以当然计划通过之后，王院长及只是洪院长跟陈珠，还有就是我们的卫生局赵科长这边跟我们参与过相当多的一个讨论，随即我们在6月3号就在我们院内举办在宅急症照顾的教育训练课程。那我们院层级长官全程参与，而且我们也鼓励我们全院的医师人员参与，所以当天其实参与人数超过60-70人。那我们邀请黄建成主任跟我们分享不同模式提供照护计划的重点，也邀请了健保署的专员和我们说明示范计划的要点。那我们的照护小组除了我们本院之外，我们跟合作台大保佑分院，那以及携手合作我们丁荣哲理事长的诊所以及陆太成联合诊所，以及我们云林县的2间居家护理所，希望能够扩大我们的服务范围，让更多的民众得到在宅急症。原本的居家诊疗医疗团队略有不同的，就是我们在宅急症照护小组，我们纳入相当多的心血，我们加入了整合医学部的医师，我们成立跨专科的医师团队，所以除了社区及家庭医学部的医师之外，整个医疗部的医师里面有感染科医师、血液肿瘤科医师、风湿免疫科及肝胆肠胃科的医师，多端科的主责医师团队，未来提供民众安心有品质的医疗照顾。此外，我们也连接我们院内的其他科部，护理部、药剂部、资讯室、医师室、远距医疗中心，希望借由跨科部的合作，让我们的照护流程更完善、更完整，让民众可以安心在家接受照顾。那在这次计划当中，我们会导入我们的远端监测系统，就是广达的 Kuka 系统。这个系统，我刚刚说我们一直都存在有所谓落差，但 Kuka 系统的操作其实很简单，而且对方也会协助开通每个平台的网络。民众只要量测血氧、温度及血压即可上传到平台，我们在医院端即可以读取相关的一个数据进行评估。那医院接电话，病人只要一个按键就可以随时接通，还有我们进行及时的视讯，然后可以进行医疗的评估。当然，我们也会自行成立24小时的 call center， 里面有医师跟护理师。我们会申请一个单一窗口的一个手机号码，让民众跟家属联系无障碍。让医师跟护理师，即便是在夜间，也可以及时评估，民众与家属都能安心。所以，台大医院云林分院在宅急症照护小组，就希望能够有在专业人员的一个加入，携手合作地区医院及社区诊所，借由我们远端监测系统的导入，弥平数月落差。目标就是希望能够达到我们强化高龄整合性连续性的照顾，也希望能够致力于真的让家取代病房，疗愈失能病患的生活品质。那我们来听听民众的期待。
他们有授权我们可以拍摄影像，所以我就没有特别马赛克。那首先呢，就是我先照顾了这个钟大哥的父母，就是爱丽居家团队让他的父亲跟母亲最后是圆满在在善终。有一天，他就从伦贝跑到我的门诊说：“我可不可以照顾他的岳父跟岳母？”他一个人其实要担负照顾父母亲跟岳父岳母的一个医疗的责任哦，所以他那一天在跟他讨论在宅急诊照顾的时候，他说他有时候光是跑医院，一天就要来回往返四个多小时。所以当我们谈到在宅急诊照顾的时候，他这样跟我说：“说两位老人家依赖很深，如果其中有一位真的住院，另外一位在家，其实也放不了心。但往返或是让另外一位老人家在医院照顾，也是一件让人没办法安心的事情。所以如果我。”很常因为泌尿道感染、肺炎等原因无意去住院。一旦长辈有住院的需求，照顾者需要频繁奔波于住家与医疗院所之间，会衍生很大的照顾负担。长辈也会因为环境的改变，心情不好、食欲不佳，再加上在医院空间有限，而可能导致衰弱或战乱的发生。所以有很多的长辈会问我们说：“我可以在家接受照顾吗？”这样子的心愿跟想法，政府听到了，台大云林分院也听到了。家确实可以是最舒服、最有温度的病房。台大云林分院在106年。及成立居家医疗小组，参与居家整合照顾计划，医师、护理师到个案家中提供医疗照顾、护理指导、药物整合。同时，我们也陪伴许多个案圆满在宅善终的心愿。云林县幅员广大，交通不便，再加上老老照顾，就医困难也是很多家庭遇到的问题。2025年，台湾即将步入超高龄社会，近80%的长辈罹患多重慢性疾病，导致失能比率增加，衍生出许多照护及医疗的负担。台大云林分院将集合社区及家庭医学部、居科部、护理部、资讯室、远距医疗中心、药剂部以及医师室，并且携手合作成大斗六分院及基层诊所，创立台大云林分院在宅急症照顾小组。小组创立之后，我们希望能够提供长辈另外一个有舒适、有温度的照顾选择。除了医师、护理师到宅执行病情的评估、抗生素的给药、喂教指导之外，每日我们还可以借由通讯诊疗设备的使用，了解病况的进展，以及进行医疗的咨询。同时，我们也会有24小时咨询的专线，个案和家属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借由专线得到解答。家是最好的病房。
台大云林分院在宅急症照护小组准备好了，希望我们能一路好照，让个案安心在家。另外，我们也邀请到身心障碍医务特助来为我们补充说明一下。我想刚刚细节说很多，那我们这边当然还要有一些特别哈。那基本上这次的计划里面，我想台大云林要做的是希望在各个领域、各个层级的这些未来可以参与的团队，能够让我们现在这个健保署的这个计划能够真正的好好的落实，而且如果中间有一些执行上不是很顺利的东西，我们希望能够克服，也可以提供给政府做一些改善的空间。毕竟这个是一个好的计划，那我们也是希望可以让大家在执行的时候可以非常的顺利啊。那当然未来我们会执行上如果非常顺利了以后，我们会慢慢的扩展给其他的医疗院所或者是基层有兴趣的这些单位啊，来一起跟我们合作做这件事情啊。那我想刚叶医师的这个团队的建议，我想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啊把这件事情完成啊。那当然也是希望接下来的推动能够非常顺利。那也很谢谢丁理事长一直给我们很大力的支持啊。那卫生局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跟支持啊。所以我想我们希望真的能够让云林县能够作为整个推动这个在宅医疗里面的一个模范或者是一个 model， 我们可以做出一个让全国可以去执行而且可以落实的一个制度啊，就是大概我补充到这里，谢谢。好，我们邀请到各位长官、跟各位会议同到前方，我们一起拍个大合照。好，那我们先看中间好了。看建良。好，先看建良。还有电梯。看电脑，可以吗？好，看中间啊，三二。好，
周边。好，哎，我们要喊你那个口号还不错，叫什么？安心在宅一路走到。副院长帮我跟着。哎，叫什么？叫安心在宅一路好照。哎，好照，一路好照。那我们要喊什么？就一起喊安心在宅一路好照啊！好，太好了，一二三。安心在宅一路好照。大家好，今天很高兴云林分院这个在宅急症照护的团队成立了。那我们的 slogan 就是安心在宅一路好照啊。那家是一个最好的疗愈的中心。那在云林，因为种种的条件呢，有很多人在家里面老老照护，多重用药啊，很多这个医疗的需求。那我过去往返奔波于医院呢，又受到这个床位的这个拥挤啊，其实无论是病人，无论是家属，都非常的辛苦。那今年在中央和这个健保的这个政策下呢，我们就推动了在宅急症照护这样子的服务。所以全过去在宅除了安宁或者是这个基层医疗以外，这个急性的照护啊，我们也透过这样子的网络，包括我们的医院，包括我们的居护所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基层的医疗，包括我们的医疗网啊等等，大家一起。在这个病人适当的这个选择之后呢，把适当的这个治疗从医院延续到家里面，或这些病人，也许透过居家访视根本都不用到医院来，就可以得到医院等级的，那可以打造这个医院、病患、家属和基层的多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那我们也希望云林在我们长官和我们这个理事长啊这个意见的这个支持之下，可以变成这样子一个在宅急症照护的一个全国的典范。谢谢大家。长官。
基层的啊，我们诊所啊，包含林理事长的诊所、我带诊所一起参加这个在台急诊的对。那因为现在经济度超高的社会哈，那失能人口增加，那而且还有我们后疫情时代哈，整个医疗人力的不足，包括护士的这个种种哈，那起床哦，然后还有急诊堵塞哦。其实，在过去我们知道，在过去的我们收的 data 里面，我们也看到，其实急诊在急诊待床个案里面，其实大概有七成是不需要一定要留在急诊的。可是民众的照顾不一样，所以在宅急诊是一个新的选择哦。那也很高兴中央哦能够在这个今年度推动这个在宅急诊政策。那事实上，云林县对于这个在宅急诊，其实从去年开始，他们知道说，这个计划要推动了。我们在去年年底就邀请了食署长来下乡听取民意，听取我们意见，还会有很多必须要落地才能够执行哈。所以政策上面怎么应该去调教哈？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我们请了食署长来下乡。那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在24号公布在宅急诊，我们云林县哈在滨海，在26号我们马上一届就是我们跟工会合作哈，我们就开了一个联系座谈会，找大家来，我们该怎么走，要往哪里去？那6月1号我们就马上跟在宅医学会合办了一场所谓的师资的训练，让他们取得可以乘坐的资格。那接下来云林县卫生局张立山县长是民护队长，所以照顾民众是他心里面，照顾民众健康是他心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施政的方向。所以在今年我们7月份会推出一个加急方案，补健保不足，那包含了所谓的就是人员的训练，这是一个新的合作模式，对所有的医疗人员都是好。那所以我们会有教育训练的导入，会成立工作坊。那另外一个就是要让民众找得到人，好，因为有时候是夜间发生，所以我们会协助医疗院所建立一个 call center 的概念。那也会还有这一场在宅急诊这个照顾模式中，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检查跟检验仪器。那这个在医院来讲并不是那么样的困难，可是在合作诊所的部分其实是有相当难度的。所以我们会在这个仪器跟检查仪器的部分，我们会一个资源系统的成立，这样子那协助这一场在宅急诊能够在云林这个计划能够落地，那也让民众能够获得实际的照顾。那就像刚刚叶医师，我觉得他刚刚讲了一句很好的话，就是在他的报告里面，就是把我们的在宅能够把我们的照顾一路送到家让民众获得好的照顾。谢谢。
平宜县大概有三个乡镇都属于西医疗资源匮乏的地区，所以在宰提升医疗对云林县来讲是特别的重要啊，更有需要啊。当然，在这从去年开始，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健保署的史署长跟我们卫生局局长，我们台大医院的马院长，还有我们基层诊所的一个热忱，我们也有诊所到日本去参观访问啊，所以在属于居家急症医疗来讲的话，云林县是在台湾是属于走在领头羊的地位啊，真的我们的动作都比较快，不管是从卫生局的脚步、台大医院的脚步，或者我们诊所的准备方面，我们都是准备最好的。那我们工会呢，医师工会就希望在健保署、卫生局、医院端跟我们诊所端，是做南区业务组啊这个负责的一个单位。都能够协调好啊，再沟通好，在这段时间我们尤其是刚开办初期遭遇的问题，或者是在给付方面做一个协调一个平台，我希望我们工会能够做好这样的角色。以上，谢谢。来，我们的康。打造以病人为中心的连续性、整合性及舒适照顾，一直是台大云林分院的照顾目标。那这一次的在宅急症照护计划，其实是补足急重症照护的居家照护的一个不足。那非常谢谢卫生局及院长的支持，让我们在小组里面纳入了更多专科的主诊医师。那同时也结合院内的多个团队，包含远距医疗小组。希望能够借由远端侦测系统的导入，让即使在偏乡的民众也能够得到最完整、最舒适的照顾，让我们完成一路安心在宅，一路好照的计划。谢谢。谢谢大家。谢谢。